看这个地方看起来不错，配大潮，就是不一样呀！哇塞，朋友们，看看，这里面藏着一个大海葵啊！哎呀，我的乖乖嘞，可惜不好抓，哇！ 这有点像螃蟹洞了，发现一个大铁疙瘩，大牡蛎，看看朋友们，天哪，这个就是一块石大石头，看看，野生的牡蛎啊，这是两个，这是一个小的哈，这边才是大的，看看这个东西很沉啊，大概有1斤左右，看看我前面发现一大片水坑，朋友们。 这种地方一般都容易搁浅猎物，赶紧过来搜索一下。哈，哼，小螃蟹，石头蟹啊，不要！哇，这个盘螺还不少嘞啊！我去，这是什么呀？一条鱼，朋友们，鳗鱼，鳗鱼！ 这不是新鳗吗？看，你还在动，看，不过这种鳗鱼长不了多大啊，这个还可以，继续。哇塞，前面有一大片，发财了！这可能是一群呀！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，又发现6条，一共7条啊，这7条。哇塞，这个家伙是群居的，看看。 都还在动啊！这个可以，朋友们，这够一顿了啊，够一盘了，上货上货。